这是一个什么图啊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百斯利，今天又出来找石头了，走吧，跟我寻宝去。这片石滩还是挺大的。这个图案有点像一个大眼睛，一只牛眼。看看这一块，这个小图案有点像一个小人啊，像不像一个小姑娘？就是实体有点差，画面还是可以的。这里有块画面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还行吗？右边这个图案有点像一个人啊，像不像观音？一个很粗糙的画面。这个小图案有点像一个人形，像一个小姑娘。一块小画面石，这个图案看不出什么东西，放这吧。这里一块有纹路的，这一条像一棵树啊，白色的树干，边上是树枝。这是什么图啊？算金纹石。这边的图又有点偏白色，有点像图腾啊。这图案还是看不懂啊。哇，这是一个什么图案？一个小人，这个画面有凹凸感的，凹进去的。这小图案好玩，感觉这里像一只小狗的样子。这是个人，这像一座山啊，有山有人还有条狗啊，一个完美的画面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画面有立体感？它不是在一个平面的，一块有立体感的画面石，很少见吧？好了，室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要赶路回去了。喜欢我视频的话呢，帮忙来个一键三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期再见了。